接下来带您一起来参加国防资讯之旅。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举办国防知信之旅金汤营区开放活动，由陆军司令王信荣上将亲临主持，邀请南部地区机关首长、地方士绅、学校校长、学生及民众等共襄盛举，期望借此活动让国人近距离参观国军的武器装备，见证国军坚实战力。本次活动由陆军第八军团主办，规划南部地区部队参与盛会。在动态操演部分，既有直升机编队飞行、步训部体干班战技演练、特指部战技操演、航特部神龙小组高空跳伞、地空整体作战演练等十项表演。第八军团表示，保国为民是军人的职责与使命，全民国防更是确保国家安全及永续发展的后盾。国军近年来积极办理各项活动，多面向推展全民国防理念，而营区开放不仅可以拉近军民关系，更借由主动接触的方式，让国人体验一场丰富多元的国防飨宴，同时展现国军建军备战成果，凝聚全民国防共识，提升全民防卫力量。时方新闻黄慧如、郭毅文高雄采访报道。